那还好一点点是什么？我们看到它的命主是心经。好，那心经呢，在这种心性上的发作会稍微好一点点的，但你就去体会哦。乙木、丁火、心经啊，然后说己土，还有这个癸水，这五个比较阴性的，如果来对应所谓七煞的话，你认为呢？这五个比较阴性的命主里面呢，哪几个最有这种危险的威胁性？我们说先乙木跟丁火来比好了，如果是乙木命主跟丁火命主，那七煞很旺的话，那哪一个会去砍人？啊，丁火，因为丁火有一个特色，他那个情绪会闷到一个顶点的时候，他就爆发出来。所以呢，丁火有机会会去砍人，会比乙木更有机会。好，那我们再说，那这个己土跟心经哪一个有机会有七煞的话会去砍人？是己土还是心经？己土还是心经？是心经还是己土？心经。如果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讲啊，我认为心经的危险性是会比较大，也就是在五个这样的一个阴性的命主里面呢，具有比较软中带刚的那样的一个特色的话，啊，一个就是丁火，一个就是心经，因为他们这两个都带有什么柔中带刚的特性。哦，像丁火就很容易去体会，心经之火可以燎原。哦，而那个心经是黄金，对不对？如果现在有一公斤的黄金的话，可不可以砸死人？一公斤的黄金有什么？就是金砖嘛，它是黄金，它那个力道大概比石头还更可怕，是不是？重力更大。哦，而且本身心经有一个很强烈的特色，它具有贵气，不服输的贵气。所以我们说心经命主的人呢，很会爱面子，很喜欢漂亮，因为它是黄金，你就去衍生嘛，黄金是不是很漂亮？我们的珠宝论玉嘛，所以呢，他会很重视面子。那因此呢，在某个程度受到这样的一个世俗里面因果业力的干扰影响，一些问题产生的时候，他比较不容易去屈服，因为他爱面子。啊，因为他去屈服就没面子了嘛，是不是？那因此呢，产生这种比较强烈的冲突性呢，会比较严重，好，会比较严重。所以呢，他这个心经的七煞，这种杀伤力跟危险性啊，跟刚才那个癸水的七煞，哦，那个落差就很大。癸水的七煞跟纸老虎没两样，这个心经的七煞还带有一点什么？真的还带有一点杀伤力哦，这样了解了吗？因此呢，他在未来这个大运里面，因为有三官跟七煞两个凶星都同住，那种杀伤力呢，会比这个正官的大运呢，我估计应该会来强三倍。好，因为这种凶星同住，或是整个透干的这样的一个星数的话，通常都有那种一加一大于二的功效。因为这个命局就好像那个选举一样嘛，这边如果多个十票，表示这边少十票，它落差是变二十票，这样了解了吗？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形出来。好，我们才讲说哦，很多在这种生意职场上的话，就会变成叫强者很强，弱者很弱，因为它 M 型的社会就出来了嘛，两端就落差拉距越来越大。我命局也有这样的特色，
你胸心要是越旺的话，它就越旺，除非你让它旺到什么样，叫做物极必反，不然你这边的极心你要把它拉回来啊，是不容易的啊。因此呢，这种凶星就会越来越凶，未来的大运啊，其实是岌岌可危啊。所以因此呢，我们把这个命局做最后的一个结论，因为它凶星很旺，吉星不旺，所以吉星只是好像是一个表面的空格子，表面好看的，但是实际上最凶的偏印会造成他的精神，他的因果业力啊，会比较不稳定，再来会进一步去影响到第二个，他凶星落在夫妻宫的这种感情婚姻，因果业力会出来，他的婚工作也好，跟先生之间的婚姻生活也好啊，不可能平平顺顺，这种冲突这种摩擦常常都会来发生，然后加上这个七煞第三个凶星就会助长这个偏印的凶性，而产生很实际的不但是伤害自己，可能也去伤害别人，这样躁郁症哦，要跟人家同归于尽这样的一个行为出来哦。这个就是我们论述比较偏凶的方面。那如果是要偏吉的话呢啊，因为他的事业官运相生，那也有食神，因此呢在他的事业上或是在他的财运上哦，认为还是一般的中等的水准。那最糟糕的问题就是在他个人啊，个人自己的一些个性观念想法，而且他的个性又是心机，有那种爱好面子的这种贵族气息啊，不是很善于很能够跟人家互动，很能够跟人家来聊一些他的心思，又加上他的偏印跟比肩又很旺，会使他的心性呢更加的自闭保守啊，那很多事情呢更加没有办法很公开性的提出来跟人家讨论该如何来解决一些问题，那事情就像丁火这种特色一样，都是闷着啊，那一发就不可收拾了啊。这个就是我们对这个命局啊，在这个初阶里面，我们就很简单的循着我们不变的这样的一个论命的程序，把命主找出来，把吉星凶星点出来，然后马上把这个吉星凶星的旺衰性算出来，吉星越旺表示你越好命，凶星越旺表示你就要倒大霉啊。那看凶星是落在哪一柱宫位，它对那一柱宫位的影响性就最直接，其他的也是会影响，比较间接啊。然后再来看大运，大运有没有来改变这个命局吉星跟凶星的旺衰度，有没有让这个凶星产生所谓的爆出、克出、旺出或逃出这样的变化性。所以才说一个初阶课程下来，起码都可以让各位很快的就掌握住这个命局它的吉凶祸福啊，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性啊。像刚才这个师兄拿了那一个男命25岁的命盘哦，他有两个偏印，但是他又偏财正财啊，是不是？所以你整个把它算下来，他那个印不会旺，所以就没有什么太去讨论的这个凶星的价值存在，因为命局里面好像只有偏印凶星而已嘛，所以没什么好讨论。表示什么？表示那个偏印的凶星有被制住，反而展现出来的是一种才华啊，而本身又有财星啊，所以他这一辈子在工作上、在事业上、在这种婚姻家庭的这种发展上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表示他的凶星偏印就被止住不旺，我们大概一看就大概知道他的问题点或是他优点缺点在哪里了。